那我刚洗完澡。我这个吃的是凉的，这是给你们打包剩的。凉的特别不好脱壳，我们回家加热一下吃。穿衣服了，好姨，拍段子呢。哎，我搁等上不行，热是吧？我搁这个洞上啊。嗯，好。拿太多了。姜煮出来。太多了，拿的。现在谁？人那个弟弟就在。嗯。我吃不了就搁地上吃吧。嗯，好，谢谢你。今天晚上直播呀。嗯，拍段子呢。阿姨给我送豌豆了。